谢谢老师们对这么样的支持，谢谢你，也谢谢各位来宾见证我跟黄燕妮的一个重要时刻，希望将来会有机会可以像齐俊跟左俊一样邀请各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谢谢各位。那像刚刚就唱的有点卖惨，还是再等一下，我再唱一首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